所以来关心的是空气，即森林的环保局加强稽查空气品质。啊，不过最近有闹民众在澄清，讲在到了有食品公司定定有即臭味出来，啊，稽查人员要入去稽查，煞好即间公司拒绝，即嘛环保局是照着违反空污法改革法。这条民众的澄清。稽查人员马上来到搭来的这间食品公司，虽然稽查人员出示证件并说明稽查的理由，但这间公司的人员却未开门来规避稽查，环保局马上以违反空污法48条来告发。对于主管机关之检查、鉴定及命令不得规避、妨碍或拒绝，进行告发。但我还是一样，我没有权限让你们进来。这个厂家有规避的动作了，那我们也首先是先采取这个规劝的态度，但是显然企业是没有配合，就是说我们依照这个违规的一个市政的，现在就跟他裁罚20万，拒绝进入了。环保局表示，近期因为大气扩散不好，中南部空气品质普遍呈现红色警戒，为了要减少空气污染，加强稽查项目，包括固定污染源、移动污染源和移送污染源来做应变。本身可以做的话，就是来减缓我们本地的污染的一个排放，好来减缓它的空气品质恶化的部分。所以在固定污染源的部分，当然我们会先通知工厂哦，有关可以这个降载的、减排的部分，请他们来做一个执行。环保局强调，稽查部分除了民众定前臭味以外，卖随机来巡检露天的燃烧。呼吁业者空气不好的期间，应该要共同努力减少污染物的排放。若是无要配合，也是规避稽查，会当采取20万至100万。记者王文杰报道。